方汉在这里哦，这里怎么说？一样哈，这是属于对数方程式。他说这两个 log 相加会等于一，求 a 可以怎么算？一样，第一步麻烦你把两边画同 log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两个 log 相加，其实可不可以提出来？可以。它底下都是几？八。提出来变一个 log 加相乘 a 加5乘上 a 减2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什么叫一？它 log 以8为底，行不行？上下一样就是几？一。但底数这是八二十，这边写8就是几？一。第二件事情，把两边 log 去掉，行不行？一去掉是变多少？变成 a 加5乘上 a 减2会等于几？8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乘开 ，s 平方加上 3s 减10等于几？ 8。一下 ，s 平方加上 3s 减掉18等于几？ 0， 这样行不行？都把它刷起来，因式分解 ，x 加6乘上 ak 减3等于0，所以因式分解算算 ak 是几？负6或是几？ 3。算出来第三步。一定要验算，为什么要验算？验算目的是为什么？这 log 里面这个真数要什么数？正数。那用负六代，负六加五，负二行不行？不行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用三代，三加五八可以，三减二一可以。所以验算结果 x 值等于几？3。OK， 行不行？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